祭坛周围可有发现任何异状？有几个孩子目击到，好像是葛罗蒂亚跑进了祭坛里。什么？为何偏偏是葛罗蒂亚？葛罗蒂亚，她做了什么？为何族长如此惊讶？抱歉，海伦娜，我身为族长，有些事情无法现在告诉你，请你原谅。 葛罗蒂亚，自小就是由你带回来族里。当初，我想这也许是女神给我们暴风族的一个试炼。唉，现在看来，恐怕是一场灾难。我不明白，族长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难道跟葛罗蒂亚的身世有关？ 葛罗蒂亚，得到力量的感觉，就是这么美好吗？我也可以成为强者，再也不会被别人嘲笑。葛罗蒂亚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啊？这孩子的体内有很强烈的黑物质反应，还有一股和大地之石相类似的力量，难道是？ 伊莎贝拉族长，祭坛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族长，求你快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葛罗蒂亚，她是不是有生命危险？既然事态已经演变至此，我就全部都告诉你了。其实，在苍鹰祭坛，有一个可以通往风之神殿遗迹的密道，而风雷之石。 就在那里，能让风雷之石重新现世的关键钥匙，便是继承守护之血的后裔。那个人，就是这是历代暴风族族长都必须守护的秘密。目的是为了避免有心人士觊觎这件宝物。但我不明白，这怎么可能？葛罗蒂亚怎么会是那什么风雷之石的钥匙？族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 相传过去，曾有名暴风族族长滥用风雷之石，到处引发杀戮，因此被风之女神降下惩罚，夺走了双翼，还将暴风峡谷变成寸草不生的干旱之地。而继承那人的血脉，则被继位的族长视为不祥之人，而遭到流放，那就是葛罗蒂亚的祖先。 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岁月，当这不堪的记忆逐渐被人遗忘之后，那一天，你竟从外地将那个血脉又重新带回了暴风峡谷。或许，血脉的回归是风之女神对暴风族的再次考验吧。唉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先想办法压制住葛罗蒂亚。 我必须立刻回去，召集族里的战士们，组织防卫线。拖住葛罗蒂亚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海伦娜，要保护好葛罗蒂亚，交给我吧，族长，我会保护好她的，就跟当年一样。我们也会一同协助你的，海伦娜。谢谢你们。 我要集合你们，要钱好办事。为了保护，哎，求来无意的和平。
葛罗蒂亚是谁？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！刚刚那些被葛罗蒂亚召唤出来的是纳姆塔。如果葛罗蒂亚也是被利用的棋子的话，那么召唤纳姆塔的应该另有其人。 外围的防卫线再过一会儿就会组织完毕。葛罗蒂亚还好吗？他现在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晕了过去而已。既然风雷之石已经现世，我必须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。伊莎贝拉族长，请考虑将风雷之石交给我们。很抱歉，我不能让你们带走风雷之石。 我族与女神定下契约，必须一直守护圣物。可是，请你们别再多言，否则，即便是瓦尔克利人，我也不会客气。啊、什么人？还不快点现身！啊、<笑>一群疏于防备的家伙！ 女神圣物，就又请容许在下自我介绍。我乃半龙族战士，美丽、智慧与残忍的化身。半龙人，是你们抓走了凯伦吗？凯伦说，他看见了背上有像龙一样翅膀和鳞片的人。是你们把他抓走的吗？快把我的妹妹还给我！哦。 原来你是那丫头的姐姐，不过很抱歉，她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呢。你们，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吗？没错，的确是我帮助着丫头重生的。 姐姐，请再一次帮助我，让我使用圣物的力量吧。哼，傻孩子，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现没有任何价值。碧姐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不是说要？哈哈哈哈，那不过是红红。 小孩的把戏，追求遥不可及的梦想，需要付出庞大的代价。乖乖让我把风雷之石从你体内取出来吧！我不要！凡人的家伙！呀！
是你唆使葛罗蒂亚的吗？为什么你会知道他就是取得风雷之石的钥匙？这有什么困难？有本书里头好像就记载了有关圣果之类的事。你们找到了艾斯加异闻录？看来你们也不算完全不清楚状况嘛。也对，否则也不会那么快就来这里破坏我的计划。我绝对不允许你将圣物带走。想阻止我？怎么回事？又发生地震了。糟了，桥崩塌了。把桥摧毁掉就可以少几个人碍事。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，那你可就想错了。原来还有援军呢。暴风族战士们，全力阻止他将圣物夺走。是，我们也必须想办法通过这座桥。Okay.
行撤退。体力耗损这么快，看来要驾驭风雷之石还需要更多时间。你叫克菲尔是吗？你控制大地之石的能力让我印象深刻，也让我更加好奇。你放弃风雷之石，乖乖投降吧。暴风族的战士们，快将此人拿下。B， 你的表现也未免太难看了。将风雷之石带着，我们该走了。对不起，黄大人。对了，那个人手上也还有另一个女神圣果呢。黄，这样就够了。B， 那个人类……慢着！不管你们有多少人，全都休想离开暴风峡谷。风雷之石我就收下了。风雷之石被夺走了，圣物一旦失去，暴风族的未来恐怕将会面临浩劫。族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族长，让我去把风雷之石追回来吧。我也要去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求求您成全我吧，族长，让我出去闯荡这个世界，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强。葛罗蒂亚，族长，就请你同意葛罗蒂亚的请求吧。从今天起，我也会负起指导葛罗蒂亚的责任。你终于决定不再逃避了吗，海伦娜？我待在暴风峡谷的日子已经够久了，该是时候踏出我的下一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就任命你们前去执行追回风雷之石此一重大任务。要是没有完成，我们绝对会完成任务回来。大家好，我叫葛罗蒂亚，从今天起要麻烦大家了。哦耶，我是弗雷尼，叫我小福就可以了。又有麻烦的小鬼要加入了，我们这里是幼儿园吗？新马大人其实是在欢迎你啦。各位，我们该出发了，目的地是回瓦尔克里王城。Thank you.